再弄一下。对啊，对。我觉得有弄弄有点想啊。你有什么问题？对啊，对啊。可以，还有这个，现在 OK， 现在真的放不痛。那是旧伤。旧伤。你弯下去可以弯吗？有感觉吗？有困难吗？没有困难啊，只是这有时候如果、那个头哥重一重重的东西这样弯的话，这个就可以弯。那你现在你的腰是没感觉啥都没有是吧？没有。那你要有。脚踝那个只是就只是运动的时候，脚踝是动过手术啊？动过多少刀了？还好啊。动过手术那就伤残是。对，他现在有困难吗？没有。正常。正常。那正常就正常，已经正常了。没有，他们没有。你的腰呢？我腰不会痛，不会痛。你弯下去 OK？ 有啊 OK 啊。有力？有啊。那就没有病了。OK。来我觉得刚这边，我那种有点想反胃，是不是正常？怎么会想反胃？不晓得，我就觉得好闷啊。没有。现在。会什么？不是，我就觉得好像头脑这样胀胀的，不知道是不是被你打通之后变得。我不知道，你现在应该打了吗？没有啊。你现在还反胃吗？有一点，但是我不晓得是不是我本来就有点不舒服，但是我是说，就是太人，有钱也可以，就不如在家。我买东西啊。